好了，别放曲儿了，我自己听都害怕了。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。我的代号007，号外卖员。今天呢，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，送完最后一顿饭，我也回家过年。按正常来讲，这顿饭都不爱送，但我愿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，长得老漂亮了。哎呀，想啥呢？人家有男朋友了。点外卖呀，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。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呢。哎呀，顾客是上帝啊！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，我见上帝去了。哎，亲爱的，你落地了，我正出门呢，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。什么？你不来了？小燕儿，你少骗我啊！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，我想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，你以后都不用来了。你还嗯？什么嗯？你说什么？分手？你为什么？我们俩好好的，你干嘛要说分手啊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？我不同意分手。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，明年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呢，我不同意分手。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我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？外卖到，外卖到，外卖小哥就来到。到了，到。干啥呀？真顺粗。你是哭是笑呢？你赶紧把外卖送了。我送出来，我告诉你明白的，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，就告诉你一句话：最后的晚餐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什么？什么真的假的？餐都上当了，还能假的？送假盒饭你吃啊？剪刀。谢谢。正好我用剪刀，你可真会，真懂事儿啊！水果刀，哎，对，水果刀就给我压了，水果对，给我拿来。妈呀，你可神算了，你都。窗户，干嘛开？别开窗户。我带方便袋来了，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。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，把人砸了，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，多犯不上。再说女人那么做，多没素质啊！我怎么没素质了？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？你算什么呀？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？谁送外卖你啊？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？送外卖咋的了？干啥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哪个意思？为了让你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？风里来雨里去，雾霾我都挺着。怎么了？我刚才是有一点。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？我告诉你，你有多钱我不伺候你了，你还。我不是的，这个。再见。看。我知道，都是我的错。都是我的错，还不行吗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
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。刚才对不起啊，我情绪有点激动，你没生气吧？妈呀，我生气，我要跟你们生气，我一天早就气死了，还生气，我年都过不去，生气呢。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。你赶紧走吧。你赶紧走，我干嘛去、啊、这里不需要你了。我干嘛？你需不需要我？话是你说就说的、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，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。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，这里不需要你了，你不需要我，你又忘了你。你是不是忘了？我是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？给我打电话。哎呀，你快点来呀！哎呀妈，人家没有手指了。哎呀，我腿都蹲嘚瑟了。快点吧，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。你忘了？我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，你忘了？一共拿六卷纸，路上被风吹散五卷。我在前面骑着摩托，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，唰唰唰唰，后面人看着就喊了：“快看呐，外卖小哥添业务啦，又开始送纸钱啦。”你忘了？我没忘，我都没忘。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，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，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，可是那代表什么呢？咱们俩也没关系，我们也不是朋友。还不是朋友，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，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，还不是朋友，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？愿意吃啥啊？愿意喝啥？几点起床？几点睡觉？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，联系不上你，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，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，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。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？行了，小宝，你别激动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。这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你走吧。五星好评，五星好评。我现在，我你走了，我就给你评。不是你去，我看着你要还得你短信、微信支付，你给我支了啊。别忘了过年了，给我发红包。你走吧。嗯。发红包，整个大点的，别哪回整八毛八毛的。他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，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，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。他总给我点外卖，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。异地恋很难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撑过来了，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？你干嘛？别撒手！别动！我绝不放过他！你动！我不放过他！你瞅一下，你看着点，你看，你别动！哎，我没动。别整这傻事儿，干嘛呀？啊！刚才我就看明白了，要不我能回来吗？我告诉你，快过年了，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，你别这么坑我，行不？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能不关我事儿吗？啊！我送完外卖了，前脚走了，你后脚串儿，满地全是我脚印儿。你想象力太丰富了。还我想太不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？不自杀干嘛呀？你这么整多坑人呢，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。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。对，划他，来，我帮你划，划住。哎，别，哎，别老跪了。咱别这么闹，行不行？行不行啊？啊，行了，不划了，把那包放，别绷着了，有没有钱怕丢啊？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，我太惨了。你怎么惨？嗯，他说了，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，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，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，我们一定会结婚，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。
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？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？说话真刺激我。这话谁说的？给你承诺，你相信承诺了是吗？你懂什么叫承诺吗？你都没谈过恋爱，一看你样子就知道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，什么叫做被抛弃。哼，跟我比惨。我告诉你，你伸手。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？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。你看我现在这色儿，你太逗了，惨不惨？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。哼，爱情多重要呀！我也经历过。信吗？信吗？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。真的？她白不白？哼，比我黑多了。那她长得好看不？长得，哼，就不要提了。但是我爱他。有一次，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，刚巧遇到我，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，如咻，哇呀，我飞，我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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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顿跟人讲理呀、啊。好厉害！他们一顿把我揍啊，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。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，绑树上打的，你答对了，绑树上教的。哎，那后来呢？那女孩呢？到后来，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，还没我白呢，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。你想想我惨不惨？又黑又惨。快回来坐了。开心了吧？嗯，好多了。就得开开心心、乐乐呵呵的，知道吗？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？报仇两个字。来，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。我现在不想报仇了。你给我，他就废了。你别冲动，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。他练过跆拳道？嗯。不怕。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呢有个群。叫骑行侠，天哪！我是这个群的群主，知道吗？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，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，我输入那个群里头，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。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，还有江湖，还有江湖！哎呀妈，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，还有人参呢。对呀、啊，就打我今天给你带来这些东西吧。看看 ，What's this？ 榴莲。It's 榴莲。Yeah。榴莲呢？就是说，喜欢的，就是喜欢的。嗯。不喜欢的，就是不喜欢的。嗯。对不对？爱吃的人很爱吃，不爱吃就不爱吃。啤酒呢，就像我们的生活，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，但一吧唧还有点甜。鸡蛋呢？就像那小帅哥似的啊，看着挺圆满，没有用啊，什么都不是，实看不实用，明白没？你说的倒是挺好的，那你呢？你是什么？我是鸡汤。你还鸡汤呢？而且是小乌鸡汤。小宝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安慰我。要坚强，就像我一样。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，我特别的快乐。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，我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，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，我还不活了。干啥呀？整这些都没有用，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，比啥都强！我不信这玩意儿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咋你后悔了？
你后悔了我还回来。以后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，我是想真心谢谢你的。我们去看电影吧，大年初一《大闹天竺》上映了，可好看了，走吧。大闹天竺谁演的呀？对，我有王宝强，有宝宝，走吧。那个什么，你还是把那五星好评给我先评了吧。我一定给你。但是我这人吧，生活当中我就不愿意欠别人。快点！刚才亲我那口，我想还回来。